我是甜甜，嗨，我是 Pola， 嗨，我是茵茵。今天我们要干嘛呢？今天呢，我们要玩命运的乖乖。哇，命运的乖乖，听说这个有三种很特别的口味哦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要加在这个辛拉面里面，看不同的乖乖加在辛拉面里面会变成什么味道。听说乖乖原味加在辛拉面里面会超级浓郁，超级好吃。哦，抽 ，OK， 那甜甜先吧。甜甜先。巧克力吗 ？Whisky， 哇 ，Whisky 焦糖 ，Whisky 乖乖，好，换你，好，换我。紫色的黑糯米，这个呢是黑糯米，我吃起来是什么？我知道了，是不是像我们在吃那个紫米粥？对对，跟那个紫米，对不对？树豆，它是胡椒盐口。风味哦，它应该会是黑色的。然后我喽，玛丽呀，哇哇哇，释迦凤梨口味耶，感觉很好吃，超好吃，我超爱吃释迦的，这个口味也太特别了吧。那我们都抽完了，那我们现在来泡泡面，好，好，加上它的辣粉，全部给它挤压进去。在今天呢，此时此刻是10月23号，准备要3点了，在5分钟，我们要抢的是周杰伦演唱会门票。他现在3点呢，算4票，所以我们现在呢录影要先暂停，我们要先来抢票一下。抢到票才可以吃哦。那我们都不用吃了。好，倒数2分半喽，大家。好好笑啊！你还特地跑到床边，紧张紧张。这边是满格哎。对啊。这边只有两格，真的假的啦？我这边只有两格。那我们要用那个战场器，那你们全部都在那，那边讯号就不好。没有，我用我们自己的网络。那我用WiFi。好，你用WiFi。给你用，你用WiFi，你用你家的WiFi。我用我的。我要省哪边？1分半，1分半，1分半。可以做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做。43秒，58分，45秒。我们好像在跨年，对，6秒，6秒，看来到11分钟啊，好紧张啊，好笑。那要怎么练习？就是他们有一个程式可以先练习，它可以打超怪，对，打超怪。好，先天早，27秒，你要做做吗？不是因为我喜欢周杰伦，是因为我抢到，是因为太幸运了。对，你们认为说你抢哪一天会比较容易中的？我跟你讲，我刚以为，哎，先按礼拜天。什么礼拜天？我的宝贝。随便按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随便。有在说。随便按。我还把那个信用卡先准备好，你知道吗？还要输入这个验证码。啊，都是一张。我打错。第一题。啊，你们还没继续跑吗？还没跑。今天验证码还错。这怎么那么难？OHHE 啊。这是 N 还是应该是 H 吧？我猜。你看不懂。我看啊，对啊。你点一下那个图片，会重新跑一个。好，开始进入转圈圈。少张哎，几乎都是5张或1张哎，就真的是没人，真的有人不小心没付到钱。但是我抢到我是不会卖给你们。我会。真的吗？没有，祝你抢到。妈妈为了你的奶粉钱，连不知道是谁的那个演唱会门票都在抢。什么？不知道是谁？我真的好吗？周杰伦的演唱会是开一场少一场，我是以这种心态来抢。对，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很喜欢他。对啊，开场少一场，你干脆先看看吧。对啊，抢到你去看。对啊，抢到还是就要去看了。真的，我是抱持这个想法。你的已经在转圈圈了。大家都在那我们可以吃泡面啦，就没有啊。好了，可以吃泡
们今天转二十分钟，跟我讲说没有。那时候妈妈，然后我就直接在转的时候就上车了，就不用。我们转圈圈的都放在这边给你，给你看谁先跳出来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抢票已经结束了，重头戏来了，就是要把我们这些乖乖给加进去。好，那我们从甜甜先来。好嘞。从甜甜先来吗？他的是重头戏耶，要不要先你先？哦哦哦，好。我觉得他的很惊讶。我刚刚讲说你不是要好。那我从我先来，我要来加入这个释迦凤梨风味的，我们就到我们料理，哇，这么多，好，你知道，乖乖就是碰到水就会化掉的东西，哦，所以他们才会拿来用在汤面里面，对，哎，好满，我的呢是黑糯米，嗯，我来打开来看看，你的感觉也是好的，因为它是胡椒口味，对啊，我觉得你的应该会是最配的，来加加看。究竟吃起来会是什么样？是我的最不知道干了，而且我的好，但我很期待甜甜。哎、欸，你的好像怎么可可脆片哦？好，换甜甜。好，换我。那个威士忌的味道很浓厚、哦，你刚刚有闻了一下、哦？对，好，哇，好，我觉得很，这里真的很好吃，好香哦！你的那个威士忌好香、哦、哇。爽哦，这样压下去有一种很爽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你看我的化掉以后是长这样子，那我们就把它拌入的均匀一点，让我每一口都吃得到。其实有点像呕吐物。好，我的也化开了。那我们要一起吃第一口，对不对？对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三个人的表情。好，我要加油饼干在上面。那我们现在三个呢要来吃第一口，但是呢我们要表现出都很好吃的样子，然后让观众常常看谁的其实很难吃。OK， 开始。哇，赞哦！好好吃哦，可以再吃第二口。我们接下来要吃第二口，要让大家观察更细微，一样是好吃的，一样表现出好吃哦。好，来。很好吃呢，好好吃哦！猜出来了吗？我们现在来公布结果喽。我的是释迦凤梨口味，我觉得不好吃。它完全不是辛拉面，它已经是另外一个料理了，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料理。好想吃看看哦！正常不好吃的表情这样，好像真的不好吃。甜的吗？酸的，酸的，它变酸啊，凤梨。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们听起来酸酸的。我的呢是好吃的、嗯，因为就跟你们讲的一样，就是加了胡椒粉一样，所以呢它就依然是辛拉面的味道、嗯，然后再更浓一点的汤、嗯、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很好吃。我的呢，我觉得也是好吃的，哦、真的、哦。对，我觉得加了这个威士忌焦糖，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。哎、嗯，真的。对，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变化，所以没有威士忌的口味在里面。No， 那你们要加多一点，可能需要加多一点。好，那你们现在验证一下我的是不是真的不好吃？好，是没有我那么夸张，但我觉得不好吃。我来尝尝。你看进去一定是这个表情。跟你们是不是差很多？嗯，是不是？这、嗯、不适合。对，不适合。居然有变化。对，这个呢，加上辛拉面，绝配。那我们可以来试试它的原味是长怎么样的。哎、欸，好啊。好，来尝试一下。嗯嗯，它是饼干很 OK， 跟释迦没啥关系。凤梨味其实好像蛮对，凤梨味比较重。嗯。然后，但是他把凤梨的汁放得比较小。没有，因为凤梨释迦是一个品种啊。可是它为什么会是凤梨味比较重？凤梨释迦，哦，懂你的意思。嗯，哦，两颗。哦，很好吃。它其实应该说，它其实就是胡椒，口味的乖乖，只是它的米是用黑糯米做的，所以其实它是胡椒口味的。那这个大人系乖乖，我和甜甜来试试。没错，因为莹莹的肚子有小孩，对，有小孩不能吃。很香吧？很香，
很好吃哎、欸，焦糖味，哇塞，这是最好吃的一个，很好吃哎、欸，这是最好吃的一个，嗯，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最想要吃哪一个口味的，好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灯，那之后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